好的，欢迎回来。今天第三把比赛在比赛开始之前呢，本次赛事是由 Right 和 Crash 行销共同主办进行赛事的转播，由中国兄弟航、中华航空赞助播出。那在脸书官方粉丝团呢，以及 Low Sports 都可以查到最新的赛事资讯。在年底之前呢，刷中国兄弟英雄联盟信用卡享指定的游戏营运呢，准最高10%的现金回馈。那这个回馈是包含了10%的产品回馈哦。那加码归户上限是300块钱，以及呢，在这个月月底之前，信用卡新屋申办消费满额再送刷卡金额500元。谢谢老三。那当然来到第三把比赛了，输掉选边嘛，所以这一把会回到蓝色方应该。还是 CFO 对，上一把比赛当然很多观众讨论的是在于是否要让 Rest 去拿所谓的坦克角色，他等于自拔了一个这个核心嘛，对，自拔核心，那等于你的输出位就完全放在中下了。那当前期的下路打不动之后，你中路压力更大了。像老三前面也提到了，你的中路必须要站在前面的同时，对方就很有机会，就是 BLG 这边就很有机会。我觉得他选坦不是问题，问题是他选的坦，就他下路选了一个我不会赢的线，虽然一开始赢了，但是我记得那个组合就是等级起来就会输，然后中期也是等级起来就是对面滑上来一点办法都没有。对对对，你没有办法制裁路西恩。对，反而是他滑上来谁倒霉。我觉得可能在于，如果我没错的话，他的那个蓝色方有 ban 掉纳蒂，有 ban 掉纳蒂鲁斯，就是、应该说他可能不选克里好一点。我觉得是选克里的问题，就克里打路西恩就这样。如果你不是用硬符打的话，就中期他滑上来，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你选个软辅瑞纳塔，你只是能对线，但是你打到中间，因为你上路选了个坦，对，导致你中路选了个又是个软辅，就像左边是他有个箭头是路线，但是右边刚刚是箭头没有，变成东山要出来当那个箭头，可是东山出来当那个箭头就又回到我前面讲的，他没进化，对，他当那个箭头他被人家锤扁，就我觉得对于东山被抓这件事情比较像是非战之罪啦。我也觉得，就是因为他是被推着上风口浪尖的角色，对，他是被逼着要站上台，哦，逼上梁山，对。哎呦，那接下来其实我在想啊，如果是继续让 Rest 拿斗士中，如果功能型的角色让东山去拿加里欧这类型的角色，会不会好那么一点？就我在思考这个事情，肯定会的，但是。刚刚应该是没想那么多，就是应该是就觉得东山的，哎呦，我觉得选维克特打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自己觉得。路西恩没了，问题点是整个阵容很怪。对，卡利亚也没了，哇，那感觉要拉回到之前版本里面大家最喜欢的希维尔跟杰利一人一只，没错，哎，然后让瑞森拿斗士，这可能是 CFO 这一把的 BP 核心，不好说，克里还在外面，克里是有机会把那个希维尔插的下，CFO 还有信心拿克里吗？我觉得没有说 BIG， 那我说 CFO 如果要拿克里的话，他这边要先选，不演是先选了，先选了达瑞文的，不让你拿克里了，不演了。你选哪、啊？你那两只都要被我都要吃我一斧啊！给你啊，给你啊，给你来！问题丢在你身上，是怎么办？我这一斧，好大一把斧头，你吃得下去吗？哎呦，那接下来看一下 BYG 怎么回敬哦。下路线如果要认输的话，当然希维尔是刷得动啦。你要洗，就纯洗线的话，当然洗得动。只是你放、啊、你的放前期节奏就放得多，对，前期节奏就放得多。对，那哇，那 BYG 要降速，那就是要抢吧。得选吧，虽然说左边很像希维尔不怕纳迪乌斯啊，希维尔这个辅助肯定会怕纳迪乌斯。那希维尔猫可能就怕被越，不怕纳迪乌斯，但怕被打野加中路下来越。对，那 CFO 其实即便纳迪乌斯没有啊，他们都还有牛可以去打希维尔，就是可以这样子玩。再想一下，再想一下。对，先亮一手猪女，上一把成效也不错。猪女，哎呦换了纳迪乌斯。OK， 对，奶哥这里的斯瓦尼还在哦。
波比一直都不开嘛，波比也算是在这次打野 ban list 里面是最被 ban 最多被 ban 的角色了。那就是被东山的维克特啊，东山的角色池好像暴露出来了。哦，就是阿奇尔、塔利亚、维克特。对，阿奇尔、塔利亚、维克特，他现在暴露出来了，有点算是他的短板已经是他的底牌，有点已经被 BYG 买出来了。报告，前面的九把比赛里面不含这一次的比赛啊，是前面九把比赛三把维克特，三把塔利亚，三把阿奇尔。对，报告很平均啊，是东山的底牌已经看起来被人家掀了，是那边就看敏智能不能掏出更多东西来，还是其实东山还在藏，还在藏，还在藏，藏到明年还是藏到世界赛，不是藏到决赛局，藏到世界赛要求他们出得了嘛，对不对？是要出得了线。哎呦，不过这里的悟空从护城手上拿走，要拿要拿，左边这两个C位都怕悟空冲进来，很怕，再配纳迪玩不了，所以这边得抢，一抢带边。选一个打野箭头，是，那这边要飞爱还是猪空给你，没关系，我就拿飞爱。而且飞爱抓这种零位移的角色，其实真的蛮好抓的。是，左边啦，左边这两个。哦，前两个楼一骗一下，我要用楼一打你维克特骗一下，你信不信？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我自己是信了。反正我点了，我要点出来给你看。我先吓吓你。是，敏智的角色相对就比较多一点，有塞勒斯虽然进 ban list 嘛，那他还有勒布朗，然后他还可以玩奥利安娜。OK， 对，这把就要 ban 瑞纳塔了，因为纳蒂鲁斯确实是怕瑞纳塔，是打线怕，然后再来是 BYG 的加速强冲的时候，其实也怕瑞纳塔，很怕瑞纳塔，对，飞爱也很怕这种角色。好，东山跟东山讨论，敏智会拿什么？现在敏智的角色是什么？阿卡丽，还有什么？阿卡丽啊，刚讲了阿卡丽、阿里、阿卡丽、奥利安娜、勒布朗啊，奥利安娜，对啊，就都阿卡丽、阿里、奥利安娜还很多，那就看奥利安娜要不要 ban。就带球可以带球上篮的，阿卡丽是一定要 ban 的，是很担心一起冲进来，很担心。那现在还有一 ban 就看要给到球女吗？我觉得如果给球女的话，可以去避免掉那个飞爱带球灌篮。BYG 上路李凯好像没有 AP 角打野 ，AP 上路关只有关，但是关这个版本不太好，普通。哦，那就看这一 ban 要不要给到菲欧拉。上一把菲欧拉，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利凯选菲欧拉效果很好。是，第一个是他打线不太会再被惩罚，第二是他打团就配合 BYG 的阵容就 all in 一个点，打出回血阵团就赢了。你的不会被惩罚，会不会是因为对方选坦克呢？无法回手。我觉得斗士都很难打菲欧拉。OK， 我自己打线的经验是这样，就菲欧拉大概只怕远程吧，对，近战斗士都不好处理。哦，维克斯 ，OK。是可以跟着进场的，所以 BYG 这一把是打这种加速强冲的啊，都忘记还有维克斯了。对，这角色确实在 PCS 后半段的比赛是出的比较少，是确实出的比较少。不过维克斯很 counter 悟空了，就进去很容易被恐。对，哇哦，然后是二杀四打卡米，打 X， 哇，就打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打一个 X， 有可能是菲欧拉，菲欧拉有机会把二杀四线打爆，有机会存在。CFO 这一把要打也是打大量控制的，圈圈阵打出来了，圈圈阵打出来了。而 BYG 的危险，如果是菲欧拉的话，可以用那个格挡挡那个 Q 扫啊，哦，也行啊，来扛的，真假不好吧？我觉得菲欧拉可以啊，候选二打二杀四哦，真的假的？那你 PCS 也这会赢哦？你也不是没看过，他不会赢啊，他就是认输啊，不是游戏会赢吗？哦，你是问游戏会不会赢哦？我感觉不好哎，但很适合啦。就哦哟，还是菲欧拉骗你啊，厄尔骗你，对吗？菲欧拉挡 Q 三还行吧，这样嘲讽一下，确实菲欧拉蛮好打二杀四。三哥，我们前面没预测嘛？这个现在这个平手的第三局关键局，我们预测一下怎么样？选完后我们大概猜一下。哇，我觉得不好猜哎、欸，因为我觉得两边都有赢的画面、啊，当然不好猜，所以才请你预测。如果我平常是脑袋已经在打团了，我现在已经在打团。好，你先打一下，因为我会觉得 CFO 的这个阵型 Run Race 玩回了斗士之后，当然利凯是有一个反击点的，他是可以在线上有反击点的。但 CFO 这一把玩回斗士之后，包含了一些主动进攻性，我会把这票投给 CFO。那我觉得三哥呢？线不崩，线不崩，其实 BYG 蛮有机会的。OK。我盘了一下，这西维尔会刮起来。好，那就当你投 BYG。我刚刚脑袋打到后面的画面是，大家进场进的差不多之后，这个西维尔没有人可以阻止。是，如果是装备差不多的情况下，这西维尔会刮起来。中后期的话，而且刚刚在投票环节的时候，其实是只有老三投了这个 BYG 嘛，就看一下是不是先知啊，是不是先知。
就毕竟你那个画面是有的，就你说平局发育的情况下，而且、嗯、而且我说实话，左边也确实下路二打二要打出破口也没那么简单、啊。嗯，确实确实。然后打野两边其实都是来刷的，然后中野打不太出太大结果，反而是上路吧。但是上路我自己觉得以 Res 的他的个人能力，他可以扛住菲欧拉拉，我自己觉得。但有菲艾是不是就不太一样？因为其实第一把比赛的时候，打野位就是在呼小这边，其实没有太照顾上半区，不太能去上、啊。对，下没有下路压力很大、啊。对，他这把应该也是一样很难去上，也很难去上。他大概就一波的机会去上，然后被察觉到的话就出大事。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只有上路线上蹲了一下，就再也没去过。可那波蹲的很关键啊，因为他那波被抓到之后，下半区的龙掉了之后，还连带着下半区视野一直要不回来。对对对，因为下路被无限推，他视野要不回来。没错，就跟那波他在上路被抓到有关系。是，而这把比赛 CFO 是再次的买回了哦，这个达瑞文的这一张牌哦。是，对，想来提款了。接下来就看一下 BYG 前期三点站位之外呢，是有在自家的六鸟口子放了一个这个侦测的眼位哦。确保一下这个飞爱的整体刷野的进度是 OK， 想靠着 Koala 这个点的两段 Q 去摸一下 BYG 的人吗？因为这看起来是有想法的哦。嗯，想摸个状态吗？但 Waco 其实是可以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位置很远的、啊。这把要赢的话，关键还是在 Kino 走过来。但 CFO 的人有没有要往上呢？看到了虚伪的位置，练上去没练到，哇，空 Q。小手冰凉没练到，结果反而被刮了个骨甲。这 Q 到关键、欸、是 Q 到应该是打个进化闪吧？是，至少打个闪，还有状态，下路对线很舒服。另外一边是入侵野，就 CFO 是入侵野区哦，是换了个蓝换线，对，换半边。因为他们这把很关键，就是要赢的话，下路线一定要赢。对，就他们这场要赢的话，下路线一定要赢，看赢多少，要赢的够多。所以现在就看呼啸等等怎么刷啊，是往下半区走，要来碰头吗？红 buff 打蓝 buff。觉得是 Q 啊，要来跟他碰撞啊！知道他吃蟾蜍的话，会被就是可以赶他走，要被处罚嘞。因为 Kino 也赶过来了，这半血一下拉了个拳，交了闪现，但 Kino 也是首先下墙、欸，结果刚好遇到一个阿木木的小手一伸，把 Kino 给留住。奶哥这一波、欸、可以再补伤害吗？可以，让达人提款到，但另外一边的悟空已经被打死了。不过呼啸这里闪现上墙，刚好有一个眼睛看到了飞爱的位置，让这个达人拿了个 double kill， 顺还在继续辅他。把瓦口辅到不行，瓦口这边已经没有闪现了，看第三个头也要交给顺，要不点哇下路顺啊，这一支酒喝起来很顺啊，哎呦，全部都提款了，我可以改票吗？裁判，哎，可以，可以，导播镜头很会给、欸，完蛋 ，BYG 的后勤团队看起来知道这个大势已去，教练摇摇头，不是三一，这可以回家买个残暴之力了吧？不是，我觉得是来得太慢哎、欸，我觉得是 AD， 我觉得这波是挖口的问题，是他应该想吸那个经验没靠，你看他这波来太慢了，哦 AD 已经到，对方 AD 已经到位了，就差挖口的第一时间，因为其实很早就看到那个位置，知道要打起来了，挖口要是愿意直接来的话，这边我觉得Jumanai是直死的，没错，是直接死的那种，而且他还为了赶上后续会打得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Jumanai第一时间一定会死，嗯，他为了赶上这个团，他还交闪现下来。弥补一下过错啊，然后就多给一个头。哇，真的是残暴之力哎，还加鞋子跟长剑，他超肥，他超级肥了。欸、没事，我跟你说，这个什么个人造业个人担啊。哎呦，这个线还是得你对啊。不舒服的是你。哎、欸，没关系，没关系。哎呦，这波下路线已经崩了、啊。打野知道不能再刷野了，对，直接要发疯了，要来把这个双 buff 要回来。不是，这个 CFO 双主应该很知道这个啊，因为他们也曾经是打野。直接放弃农这个野怪下来帮，是对他们应该很理解 ，CFO 应该很知道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哦。不过这个兵线 BYG 卡在这边算还不错的位置。哎呀，顺完全不给机会啊，超级靠右边，往前砍 Q 二，哎呦隔挡挡住链子，这边是挡链子、哦，是挡链子，很好打、啊，你可以挡 Q 三，也可以挡链子，都很好打。这关键时刻，厉害的菲欧拉还是值得信任的，不会掉链子。是。不过下路线是真的痛苦，那个菲艾还放了大概浓一滩野怪的时间在下路蹲哦。哇，这打，因为这个我们其实中间也聊到嘛，就打野你要帮优不帮劣嘛，但是你的线上如果没线权的情况下，打野根本 get 不到啊。对啊，没错。但是现在这个已经不是帮不帮了，现在这个是你要是正常玩的话，这打瑞文等一下就是又一刀一个小朋友。哎呦，怎么办？怎么感觉跟第一把那个剧本有点像？达瑞文提款成功之后，整把就去了，
哎、欸，来看一下，这是 Kino 想要进攻，结果勾了一个小兵，刚好左边的飞暗线点、欸，然后被看到了。那这个难道 Koala 的二段 Q 还是可以继续绑吗？但 Mission 跟敏智哦，双 M 的交手哦， okay. 在河道区已经交手一波了。东山带是先发制人，对，来赚钱的啊。打你一波还有钱赚，这么好的事哦，这是什么蓝领典范，对不对？我这苦干实干啊、都比不过东山的才干，哎、欸，是真的厉害啊！那打线一把罩，对，团战也由我来扛，好，哎、欸，真的厉害。接下来 Kino 站在这个位置是，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没有啊，就吃啊，就看一下是吗？没事，就是、Kino 刚刚在那边发呆啊，给啦，这个打路人这么顶，怎么办吗？哎呦，真的一个打两个。比较可惜的是 ，Kino 这把没带海克斯闪现、啊，是操作的幅度少了一点点，前面就没办法硬抓。刚那波肖敦有海克斯闪现闪出去，还有机会。哇，这六分钟哦，小龙是被 CFO 给拿走了。是，我、哦、真这个现在 BYG 心里面现在就在祈祷，不要是那种战斗属性很强的龙，风龙可能还可以接受。对，哎、欸，战斗属什么地龙啊、水龙的啊，那或者是什么电龙，那其他三种都先不要。都不要哎、欸，现在是电龙，就是海克斯科技飞龙嘛。上一把已经是风龙，对，你要想一下这个几率有多低。哦，这个霍兰轮嘛，这个霍兰轮的几率不是攻就是字，真的有点低呀、啊。连续两把风龙魂的几率是偏低、啊，但胡小是往上抓了，在马上被侦测到 ，Razer 不给机会啊。即便兵线哦这边是整完了、啊，不卡线哦，不卡啊？为什么？我以为会卡在这个转角处哎、欸，为什么不拉线啊？有没有 main 上路的可以告诉我这波？哎呦，我等一下中途我可以问一个以前 main 上路的，哎、欸，专门在做复盘影片的，我等一下帮你问一下。是哦，好哦，没道理啊。我也以为他会拉线，你知道吗？我以为他会拉在那个转角，然后等等看一下，就是呼啸有没有机会绕一下。没有，他不能拉在那个转角，但哦不能吗？他能拉在上路草丛。啊，上路草那边是吗？嗯。因为他会卡，因为这波呼啸已经漏了，是他已经告诉的 Razer 他在上了。Uh-huh、那 Razer 的他卡线，基本上 Razer 不太敢出来吃的。是，就如果 Razer 敢出来吃，很高几率代表这猴子也在上，大概是这样了。对，还是说就是这波冰镜塔不是会回推，然后会重置吗？然后想说我们换个方向再来一次，我们从零开始。好啊，正面对线，可以啊。但是这样就赢不了啦。赢不了太多啊，是这样，他上路就赢不了太多，就只是跟对面正常发育。还有直接把，好吧，还是其实跟 Rit 正常发育就行，他的工作就是这样。对啊，你看跟哎、欸、跟 Rit 平开多赚，确实、啊、没被砍爆，我跟你平开就赚了。我也是这样想的，对，就打 Rit 就不要，确实不要太想在线上赢他，是就打团跟他拼团。俗话说得好，小输为赢嘛，对，这个平局就是赚。哦，另外一边的这个呼啸，那个是有被奶哥给点出位置哦。这个超星全副啊，这把好像是这个要赶快农六来抓人喽，不然这个接下来的这个打点感觉还是要往下打的。哦 ，Razer 这边就把兵线卡住，顺着 recall 看到了瓦口想单打，是一个六等打六等，点了两斧，瓦口的魔量不太够，不敢作战了，先下下单，对，下出一个大绝哦，直接下出一个大绝，这就是传说中的拔腿就跑，看到人就加速逃逸啊。看到人我就大吼一声、哎，酸酸，路见不平一声吼啊！没错，接下来就是 CFO， 如果这个要加速的话，哦、预示者确实是不错的点位。上路的单打又是一个多兰之力，但立凯被砍到这个 Q 三，哇，这换血很细耶！罗立凯很细还是 Race？ Race 很细，学到的。呼啸来了，六级要强抓吗？喷了个闪。顺、okay. 这边也是给的果断的、喔，不然敏智会大绝喷进来啊！是被R到就死了。对，不过我觉得这边其实呼啸可以果断一点，就见到面就直接R上去，直接、哦、一见面就拉人，对，就拉了，不用犹豫，因为悟空在上吃预示者已经是既定的事实啊。是，你们这波动用了大批人力，你不 all in， 那什么时候 all in 啊？哎呦，现在就得推筹码了。接下来是双人线的辅，应该说跟着辅助位啊，是辅野联动往中路挤了预示者。叫了钟给钱，想要断一下东山回家，钱最后是奶哥全部拿走。哇，这个我看过啊， okay. 这个就是什么倒领那个保险金，就原本说哎、欸、我们保险买中路嘛，对，后期保险买中路，结果没有钱全部给到我身上了。好，哎、没关系没关系，受益人写我、啊，我帮你买，尽量买。哎、你那个很像是那是个星期六，那么哎星期六，反正接下来就看一下这东山啊。蓝领典范继续回中路继续浓，好，因为毕竟等小龙要出了嘛，这个时间点的达瑞文还是很强的。哇，
啊，结果上路也没压到，不过也没关系啦，重点已经不是，也不是重点，现在重点是这个3-0的 W 文谁顶。对啊，好像现在跟上路那两位都没关系。Razer 是最没压力的、嗯，反正我这个线本来就不好打，对对吧？我二杀四就是来打团的，对。那下路又这么优，我一点压力都没有，反而是力凯这边压力大一点。不是说好我只要跟他平线就好了吗？下路怎么了？现在逼得我要站出来跟他拼命了、啊。这个要两个剑客正面对决了吗？哎呦，这难道上路是传说中的华山论剑吗？华山论剑，对，这连呼啸都上来了，你要来论一下这把剑了。但下路这个顺势没有人敢跟他讨教的、啊，主要还是下路有个王重阳啊，打不过、啊。哎呦，那是天下最强，对，哎，没得论是。难道这个左边 CF 五人就是传说中的这个 PCS 五绝吗？五绝。因为现在这个上路看起来很扛啊，扛着也没什么压力啊。接下来小龙团要接吗？右边 BYG 想接，那要看 Koala 给不给、嗯。小手出手，刚好没勾中、啊。不过呼啸还是赶过来开始排视野了，要把视野给抢回来。绷带一勾没救，但就来看一下顺这一波怎么说，因为 Kino 的位置其实是可以这个侧边进场的。F 补了一下，哇！我不练级直接拉，大绝也直接中，这个强冲击敲了一下，但是顺又提款到了加628、欸，虽然人头掉了、欸，但是这个点燃是有烫死。为什么没过来？但另外一边东山此时参战，哇！敌将逃取 ，Hello， 把人头给垫回来了。为什么敏智没飞过来？敏智呢？对，他没有中大绝啊，没中啊，没中，短了点是不是。我刚刚看了一下，因为好像没有中，因为那地武装拉了一下还是什么的，就是把人往右边、啊，没有，好像我看是正中心啊，但是歪了点吧，我记得好像没中啊。我看有中，除非他短了点，是，不然应该是中了。这个导播有没有回放？那个火炮连击拉是一定要中的吧？这不可能不中吧？对啊，对啊，对啊，我看因为顺从头到尾位置没动过啊。哎呀，有人锤了一下、啊、是吗？短了点啊！哎呦，短了点，不够长。那如果他没被飞爱锤会中吗？好像也不够、哦，就短了点。好吧，角度对了，那没办法了。量了一下，大概差个1厘米吧。哇，很可惜哎，那波如果敏智有进到场，好像会不太一样。嗯，会啊。对，因为第一时间顺是秒的、啊，是会被秒，顺会被秒，顺秒就对了。对，顺秒。确定要讲这种阿肥笑话？但没有，我也没想过。谁叫你要笑？但不管啊，这个提款成功之后，这个顺也是一样起飞啊。嗯，对，这个回去之后盾弓买了，弓柱鞋买了。OK。谁与争锋？这边应该是这把牌可以那个啦，是可以负得掉的。哎、欸，来了，奶哥一面痛击，刚好有个盾，但是Koala有跟到挖口的位置，因为闪现交出去了。主要没大，我觉得这边 B 闪本来居民想再跟的，但是被勾了一下，跟不了。保护的不错、哦，但是问题是来了，下路两补，回转死神的伤害，想要拉位置，有没有回勾？回勾了，顺这边失误了，看位置回勾，勾到底血，感觉再多一斧会死。他这个不是main打论文的，是吗？我不知道，因为我看打论文一般出手不是都直接一斧上去之后就接 R， 接 R，、对吧、啊？一斧接 R， 然后我有看那个姓文的、啊，我也是看姓文的，我看他的打论文就是一斧要他要在塔下强杀，他就一斧上去就直接接 R， 然后哎呦想勾，然后开始你要躲过，但是东山被盯上了，原地放了一个混沌风暴，旁边敏智的进场，但是只是剑锋的两个斧也过来保护了一下，对方的斧也瞬间被融化 ，BYG 这一波是大军溃败，最后一个死亡射线一电。直接垫出了一个 double kill， 是由东山入手。哎、这边一定要这波剑一定要润啊！是王重阳不在啊，哎呦，打一下他的小弟啊！哎呦，这个只能打这些小道长啊！是，但还是道长看起来还是很强的。是，后期的全真七子也蛮厉害的啦。确实，天罡北斗阵过来防守。哎，那个你看看这个，先垫跑了敏智嘛，嗯，刚好位置卖的很前面。是哦，所以飞埃过来建立欣喜，结果发现右边有两个道长进来施展法术，哎呀，直接被绑两个，直接血虐阿姆姆，阿姆姆就真的很扛你这种要进来的阵容，很扛的，超级扛的。打线也对西维尔有蛮大的压力。哎呦，这光前面光塔皮点就1600，而且14分钟，好了，不要算十分钟，我们算15分钟啊，比较干脆一点，15分钟已经输了大概8000块了。西维尔可以有8000块的价值吗？1000都嫌他多，那就是没有，那就是没有。因为你要拼后期大和，其实维克特也很痛啊。对啊，这把赢的赢是建立在平局发遇到两三件啊。
不要输太多啊。哦，这把的我稍微提一下 Rest 嘛，因为他以前就没画面。嗯，这两个上路，这 Rest 这把出的是星矢，我这看是有最近都这样。对，最近我看是什么彗星的，是不是？没有吗？一样，一定是征服者，也是征服者。但是星矢是打软皮啦。OK。然后你的那个可血是打那个银血战锤的，是那个斗士的都在对打斗士的，对。用预示者换了一座塔回来哦，但对 BIG 来说，这是否是一个成功的投资？先打个问号，因为预示者等于一座塔，是等于一座塔，所以等于另外一边就会被要回来。就算希尔伯现在怎么换怎么输都没关系啊，是筹码够多啊，随便推啊，不能，反正对方怎么推你也只是赔那一点而已。对啊，随便推啊，我手牌他现在手牌只要是什么随便都行啊，还可以就推那个三跟八。三八不行啊，三八不行吗？不能推啦，三八不能加速逃跑。但是 Rest 想打，开了大绝，哇哟，砍一刀，半条。哎、欸，这只穿透的二杀师是，哎呦，这个呼小是被吓死了。哎、欸，叫了个中路预示者、欸，哇，那中二塔是岌岌可危 ，CFO 不给机会、啊，直接被赶到下半区。对，开始毒根，从中路开始进攻，另外一边猴子在抓，哎呦，往前拖，这里拖到是挖口脸上，可以单打一棒，好痛。第二棒就要死人了，知道没闪，直接 all in solo kill 打出来，另外一边 CFO 的已经在拍掌啦。而且这把比赛的游戏节奏拉得很紧凑，又是一次顺举着回旋飞斧继续往前走哦。OK， 然后小龙又要升二十秒的风龙龙魂，两场都是风龙龙魂。刚刚好像是说什么霍然绿是不是？这个有点霍然轮的几率，哎，不是攻就是字，没有中间选项的，确实是低了点啊，但还是有机会的嘛，对对吧？就像你说比赛达瑞文不是赢就是输，三分钟300，这个你也没赛前跟我说，我才不信呢、欸。到底谁前面会跟达瑞文拼命、啊？哎、欸，我以前看过啊，好像是怎么在这个小龙口子上面嘛，好像是一个没穿鞋的那个是吧？吉恩克斯还是什么陆先是吧？哎、欸，我也看过的、啊。哎、欸，好像也是你们那一队是，哎、欸，以前那一队是，那个我不认识啊，尤其是那个拿棒子乱挥的，我一个都不认识、啊。我刚路过的，哎呦，但现在 BYG 是不能路过，看到人要抓啦，想要往上抓吗？只能这样啦，没办法。抓个没魔的东山怎么样？抓啊，不抓也是输，抓拉拳。哎呦 ，Mission 果断交闪了，而且是电的呼起来，快死了，回来。但此时敏智是有进到场的，旁边有一个赶过来救的 Rex， 是 TP 过来一打三。这 Rex 先收掉第一个这个超轻全部的人头，然后目标转到利凯身上，利凯没有魔滑的一步才走掉，旁边有个敏智丢了二段的大绝，想要劝退 Rex， 但哪个还在追，哪个还在追，被恐住了。那这个团就是由东山的倒下收尾，另外一边还有呼小也牺牲。800块是东山捐的800吗？东山有那么多赏金吗？他很肥啊，他第一次他有500块的赏金哦。我刚刚看跳了一个加800，我看错了吗？那有可能是这个啊。刷英雄联盟信用卡的10%回馈，300块钱的最高现金回馈，那个是东山这个商品的单项回馈啊、哦。所以是他拿的那个最多的那个回馈，我记得500块加码。哎，没错。哎呦，那是真的太厉害了。另外被利凯被盯上了，走得掉吗？走得掉，因为闪现加滑步就走了。旁边有挖口开了一个狩猎大姐，赶快支援一下。18分钟而已，已经是把 BYG 的拉扯到分崩离析了。没错。稍微称赞一下、这 Tino 想要来做视野的决心哦，蹲一下，对，打一下，给你一棒，没错。哇，奶哥是知道自己要怎么打，就是卡住敏智，卡住呼夏，对，在侧面看着就行。不过接下来下半区东山又是在单农啊，就是有没有人可以阻止这个农夫啊？这没有人阻止他，他等下就变超级巨大、啊，胜烈一棒一棒的，对，有啦，非要他过去挡他了。不过稍微称赞一下 BYG 的一个视野吧，刚刚中路两侧视野其实做的都还可以。另外一边 Rest 是看到了敏智被盯上，你这走位什么意思？被恐一下，但交了神器还是死掉。但 Kino 在塔下被链住，应该走不太掉了。又是一棒，这个胜利的效果搭配的 Q 技能的额外增加攻击距离。我觉得这波不怪他，因为没想到二杀师没回。是，我觉得他应该，我觉得他们应该 BYG 已经觉得二杀师回了。那只有悟空的话，他敏智一个人走那根本不怕。对。但是就是，哎、欸，不好意思 ，Rest 没回啊，阴了你一手。是，我这 Rest 哥啊，在第二层，哇，要想的多一点呢、啊。哇，现在这，等说老选手的花花肠子比较多啊，只能这样讲，老选手想的比较多啊。对，400、500、400、500这样。刚是年轻的选手，那个是二萨斯的年轻选手已经回了。哦，我懂你意思，他的这个老选手玩法多样，玩的比较花俏一点，想的比较多，不过 CFO 确实哦，这个目前对上，哇，那不只是两老，他们好像是四老带一星哎。
那确实。加 race 的话，那是四老。不过今天看起来这把 CFO 是很有机会拿下的，因为现在经济差距已经到11000块钱了。OK， 是有点夹不太住的、哦。如果他现在还是8000的话，那代表 BY 就有夹住。但现在看起来是继续流血中。OK， 现在就单看 CFO 要怎么继续滚动。现在的风龙龙魂准备要出来了，1分半。而且呼啸还没有放弃哦，呼啸现在是想用命去抓人的，想要抓这个14级的二杀车会不会不太现实啊？好像有在考虑耶。然后抓这个杀，虽然他没有饮血战锤啦，哦，是 Q 闪，把这个给定住，刚好举起来一波控制打下去，而且还好有带 Kino 怪，因为有点燃哦。是，没有，那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杀到他只是300块，但是自己家两个还要曝光，但是已经是没办法。厉害，想来顶尖对决吗？没有哦，砍了两刀，发现大事不妙，因为下路已经被攻破了，兄弟们全部来了。是，但是这边谢佛得撤了。拿了两座这个塔就赚了，高地塔掉了等于兵营掉了，没错，高地很难推的，嗯，没有，主要是不要把兵营那么早推掉，不要让他们赚钱、哦，这个是可以算进去的点吗？就是可以啊，我晚一点推兵营，太本来就应该现在高端也知道吧，哎、基本那高端知道不能用脸看吗？嗯，这个没办法，因为我觉得。一样还是那个，他觉得 CFO 回了，对，但 CFO 也知道你这波会以为我回了要出来做视野，我就要杀你辅助，大概就是这样。哦，这就是心理战，打久了以后的老选手就要做多做一点这种心理战。哦、这个很像那个抓老鼠陷阱，因为现在很多战队已经是大家都知道运营的 SOP 了，对，不难啊，因为打了那么久英雄联盟，地图也没换。是，但是难就难在你选手能不能在场上做这种临时发挥嘛？嗯。哦，这个很难的、啊。这个除非老选手传授一些小经验，不然自己新选手要想得出来真的很难、啊我跟你讲，这个经验有很多都有可能是自己已经吃过这个亏，要让对面感受一样痛苦这样。你说这个以牙还牙，对不 对？接下来是往小龙去走吧，因为这把 CFO 对方在 BYG 是不太能阻止 CFO 吃龙的。没错。对，现在人头落点全部都在飞爱跟这个中路的维可斯身上了。AD 位只有两件而已，两件打3件半，哦，不成正比。OK， 有 OK 是这把已经结束了是吗？不是3分钟就结束了吗？哦，你说300就结束了是吗？对啊，不然呢？没有，你知道这个就是你知道观众说哈，那我这边20分钟白看吗？没错，我们就多拖了你20分钟，哎、欸，恭喜。没有，很好看呢、啊，很好看啊，很好看、啊。看那个刀一直甩啊。对啊。就看他，等下看他一刀1000的时候也很好看、啊现在。现在已经1刀1000了，砍人没感觉啊。等下看他不是砍小兵没感觉。哎呦，那个刀那个斧头像是热刀上的奶油一样，把对面一个砍下来，是不是？漏接，要看他等下砍人的时候比较有快感。那等下去看一下这个回旋飞斧的一个伤害怎么样、哦？比较期待看到他闪现3刀把这个虚伪 AD 砍死，那比较好看。亮了 TP， 这一波应该是维克特赶过来这个汇合了。然后推下路的兵营，那推下路兵营宣告的应该就是 CFO 这一波想要来强势结束游戏哦。是，对，不给农阿姆被勾到，但是留在前面的 Kino 一斧两斧开启惊人，但顺这边没有被限制住，第三斧有没有就 A 下去了？没有，是回旋死神的伤害，哎呦，第四边一定倒，是对方不讲武德啊，用大绝来收我尾啊。但接下来是下路的兵营告破了之后，连中路也跟着守不住，而且断不了兵线哦。那现在 CFO 稳一点去18楼 ，OK。一点办法都没有，真的没办法，因为第一把，因为其实 BY 这把选的跟第一把也很像，也是 all in 阵，但是比第一把好一点，就 all in 的不用会是后排，可以是 all in 前排，但是问题还是来了，就是谢佛这个阵容一样是3盒，然后重点是我中间的那个达洛文还是一样又超级肥，没错，你 all in 阵你要 all in 谁？飞黑要偷一下吧，没像吗？啊、这个像吗？呼啸这个偷有机会吗？像吗？像哎呦，敏智右边被秒杀，结果进场的飞爱也是被抓到了。被 Rate 给抓到，呼啸这波被屏幕姐给练回来，刚好 Rate 的 Q3 砍下去，人头落地，霸龙进入到 CFO 的手中。明显在右边是单抽掉了之后，已经没有人可以来进场了。这偷不了的，这要偷只能是让对面觉得自己不会来，然后才有办法偷到。但对面只要有意识到你要来，那你就不肯偷到。那怎么样？西维尔还有机会让龙哥起来，好像有点远，对不对？左边。这个打 rank 一定有机会，因为我遇过那个必输的局，这边有送，不是有个人断了，哦，是要断线才有机会，有个人断线没连回来，我想说他3分钟没出来，他断了还要断大哥哎，他断阿姆姆，他可能要断大哥哎，哇，确实断个阿姆姆好像也没差，
哦。不过这一把的这个阿姆刚刚有一那个在野区的救援确实是挺到位的，而且零零十三啊，他没倒过的。是。每一把都是阿姆不被开啊，但是他没死过，而且他有惊人，他很肥啊。他也是不神化妆，先惊人结束。哇、哦，好痛啊！一套半条啊！啪！哇，这先发制人给的一个这个电击伤害太高了。是。啊，东山现在也是到处问啊，你有没有被光速电过、啊？右边立凯想要来侧切，结果是被打着跑，而且正面的 Kino 已经被电到迷迷冒冒，还想侧切啊？是。接下来是推主堡双塔，而且这个塔跟这个海沙做的一样，现在不见了。夸了，这边开启一个惊人，他不想死，站起来都可能要死，最后叫神还是没有倒，老分最后主堡爆掉，我们要恭喜 CFO 拿下第二把比赛进入听牌局，这么肥不上去砍一刀吗？可能保数据吧，保数据这么肥，我是他，我受不了，我想上去摸一摸，摸一下，看一下我伤害是多少。你说伤害测试是不是？那个你可以等一下开那个假人自己测一下。哦、是，对。但当然，这把比赛就如果以懒人包来说，就前三分钟其实也结束了。老三刚刚也有提到的，就是在下路线那一波 AD 靠的完就结束了。对，我觉得他靠了，如果他漏吸那三只兵，对，打起来没结果，他下路也炸了。嗯，但就是。要取舍，如果今天呼啸已经决定回来要保这个野区，然后那个辅助也决定要去的话，那他只能跟，应该是这样讲。我觉得可能是在沟通那个时间点上面做的不是特别干净，就是他可能挖口想的或许是我要再多吸一点经验值，左边是他已经回击了，他已经在打了，我觉得或许是在这个点上面没有做到特别好，就挖口的取舍吧，主要还是我觉得是整体的沟通是有没有。就是果断都一线上面，就是哎、欸，这波你们不来，哎、欸，我就挂机，下一把不打了。你以前都这样沟通的、欸，没有啦，没有，我会说，哎、欸，我会说你，我你没办法玩就对了，我会说你们要来，不来我玩不了。Oh, okay, OK， 大概是这样。好了，那不管怎么样，现在已经被听牌了嘛，这 BYG 下一把输了啊，他们还可以玩，因为他们还有败部。哎、欸，我刚刚想了一下，哎、欸，还有败部，还有败部，不要紧张，大侠可以重新来过。但是因为这一把又可以回到蓝色方。所以 BP 上面可能对 BYG 来说还有拉扯的空间，对，还有拉扯，因为上一把是露西恩跟那个露西恩跟那个塔利亚都没了，对，上一这把的 BP， 但是等到他们到蓝方的话，露西恩跟塔利亚一定有一支是他可以开得出来的，对，有机会开出来。是，那当然我们也是期待，好，第四把比赛到底会怎么样？到底是 CFO 会直接收下系列赛，还是 BYG 会拖到第五把对决？我们马上看一下飞台的三位怎么看刚刚对决喽。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赛后分析台，也恭喜 CFO 目前取得听牌优势，以2-1领先这个 BO5 的系列赛。这把的话，最大的问题点出在那个达瑞文，又叠起来了。顺哥哥的达瑞文真的好强，而且回到 BP 一开始来谈的话，其实 BYG 这把做了改变，是他们选择把纳蒂武斯按掉，就是继续朝他们刚刚蓝方的 ban 法，但是这把的话是达瑞文放出来之后，又变成一个蓝方 CFO 首选的一个目标，导致这把。下路挖口哥扛不住了，两分钟送了三颗，完全打不了了。这把的开局应该可以说是 BYG 天崩开局了啦。嗯，我自己觉得挖口，我觉得这个他们两个这个对局，挖口一定要很舒服才行。就是他们，我觉得 BYG 要赢，基本上我觉得只能靠挖口。嗯哼，所以不能给对手这种太舒服的组合，就是这种完全能在线路上压制到他的角色。嗯，就宁愿是一个发育线，我反而觉得塔利亚或者是波比可能应该是要放弃在 Ban 位里面，是，就他们这个 BP。因为目前看起来，其实这个系列赛顺没有一把选的是要跟你发育的角色，全部都是达瑞文、克里斯达，就是他们要跟你发育的，就是完全要打靠线上打出优势。所以我想一方面可能 BYG 也突然有点不习惯对手。下路都选这种，因为他们前面系列赛下路都是杰利西维亚菲利欧，对，对面不是那个拿好几个武器的，就是拿那个电磁炮的，那在那边甩轮子的，对，就大家都是你侬我侬，没有遇到流氓，对，就算是换血也换不出个东西，没有遇到这个真的全都稳定的那一种，导致其实这几把可能挖口在下路过得很不舒服之外，其实 Kino 导致 Kino 也没办法在野区做其他事，导致他们有点像我们赛前提到这个 FWD 他们的。CFO 的握伴率是非常非常高，他们的压线率一旦高，奶哥在野区予取予求之后，其实呼啸是没有办法对他怎么样的，因为没错，是我的线上都在坐牢，对啊，线上都坐牢啊。那 Gemini 到底在哪里？没有人知道啊，你线上谁敢出去插那个眼？对，就我三线推，你猜猜我打野在哪？而且我觉得这方面，我觉得 Racer 也非常厉害的点在于，其实奶哥是没有在上路这条线做
多少帮助，但是 Rest 基本上是没有被打野抓过，或者说他的眼睛总是能够看到对方的打野，意识非常好。然后在一开始这一波，哇，三个人其实一开始以为这一波是 CFO 要直接撤掉，但是他们选择继续深追之后，出大事，有点出大事了。在入侵对面的蓝区之后呢，这边 Kino 其实在一开始他们也知道这件事，然后放了一根眼之后呢 ，Pusha 往下刷之后，想要来跟 Kino 抓哪一个的位置，但是反而是他们二抓一，但是是我们两个落单啦，就。主要一开始这边就 Gemini 也很清楚他要躲什么技能嘛，他在这边有放个眼，在就是前面这边有放个眼睛，那他看到了虎啸要来，那第一时间要选择撤退。那这关键的地方就在于说他闪现躲掉了这个蓄能冲击，那躲掉之后，这边就全部就是看看顺一个人，他其实就站着 A， 他也没什么操作，就是一直 A 到底，闪现补到第一个人头，再 A 再 A 虎下，后面再 A 挖口。对，因为甚至挖口是闪现下墙要补那个伤害的道，但是这一波而且中路其实是东山先赶过来，嘉伟觉得这波是 BYG 的是沟通出问题，还是这波根本就不应该追这个？应该说，BYG 已经确定自己的蓝方是被开的，所以他们下路线是会打得比较龟缩的。然后，所以他们这样子非要硬要来杀这个打野的话，就会变成对方的下路一定会先靠到。嗯，对。但他们想的可能就是我的蓝区已经被吃了两摊，就是我的蓝跟交换都被吃光就好了。他可能想的就是，那我插了眼已经看到对方位置，我一定要跟对面夹对面打一波，他们才可能才觉得是赚的。就是他们可能觉得换区对他们来说是不够好的。所以这也就印证了嘉伟前面说了吧，要 BYG 如果要赢，那挖狗的画面一定要舒服，那他势必就不能被换野区。那来真的结果就是，更不舒服了，三零零。然后这波其实就玩起来就阿姆姆嘛，就很好的限制了对面这个冲牌的阵容。那 all in 起来，第一时间 all in mission 没死，那后续就是被追到死了。这几个画面都是基本上是达润带出来，就达润一直推线，然后阿姆姆一直乱跑，然后飞埃就一直想要往达润这条路去打，就很奇怪。对。3437我觉得这几把顺的达瑞赢的这两把的功用在于他的线上是非常非常压制这个希维尔的发育，就算他在团战中的输出不高，但是对面集火我也没差，反正我中路会死一样，东山哥哥没有人限制他了，我们的 Rest 哥也没有人可以限制他厄萨斯的发育，而且这把其实是利凯的候选菲欧拉的 counter 厄萨斯，但是这把其实不能说其他线路太崩没有顶住啊，对，没有让就是菲欧拉呈现一个就后期可能就是分带没有人去应该说有要分人去管他的对，就是你知道我们打可能他们打比赛是下路要崩，可能你喊个什么没事，我上路我是，但这把崩太快了，两分钟就崩，我怎么喊啊？对，那已经不是下路崩，还没喊啊，整盘游戏都崩掉了。对啊，因为下路已经三连三杀了。这把正常来说上路是个优势线啊，所以其实飞埃就可以，他可以一直在对方的上路野区，应该可以做很多事情。可是他没有，我没有想到的是他会选择防守下路的野区。嗯，是，那这把的 MVP 要给到的是 Koala 的阿姆姆，哇，这把的话针对意味很重哦。对，就跟我们刚刚上一把差很多嘛。我们就说 CFO 的选角一定要换很多，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吉米奶不知道，他明明就会玩悟空，可是每一次都一直选威尔哥的身位很高。对，然后可是这次提高了悟空的身位之后，然后也拿下那个辅助，又拿一只钩子角，都是他们喜欢玩的阵容，也是自己都会玩的。那我觉得 CFO 如果再继续这样选下去，可能就。应该就赢，因为毕竟他们线上的优势其实目前 这几把来看，三把来看，他们线上其实都是优势的那一方，那就会导致 BYG 这边他们是需要做出应对的，他们需要给出他们的解答，但是目前看起来他们的解答是没有，他们还是照他们平常的选法，就会导致 CFO 其实是不需要动的，就反正我 ban 位都长一模一样，就是阿里塞勒斯，然后我再选一支辅助或 AD 去 ban 就可以了。那反而是 BYG 这边还要再想一个问题是，那我们等一下是要开纳第五师给对面，还是开达瑞文给对面，这就是他们等一下要面对的一个比较难的问题。等一下下一把 CFO 其实也很难 ban 我其实觉得不太知道他们想要怎么 ban 下一把，就是他们的第三个 ban 位会给到谁，都不太知道，因为他们其实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路仙是一定要按的啦，是，对，然后克里斯还不确定，就目前看起来是路仙能够跟他们的下路线做抗衡嘛，然后因为红方就是看起来 BYG 很难不把达瑞文上 ban 位，对，对，然后他们如果 ban 了达瑞文之后，他们最想要的可能就是拿到露西恩，对，就是现在就看 CFO 会不会再去针对，甚至搞不好会三倍 AD 都有可能。对，因为其实对他们来说，现在的问题点其实已经不在于限制东山的角色，只现在在于下路已经快要爆了，对，已经要爆，就是他们最稳定的下路是肥不起来的，就是挖口没把我输出最高要怎样，我不会赢，但我的发育是落后对面太多太多，就上一把其实就是开局已经有点惨了，就也是达瑞人残暴之影，然后克里斯打的优势。
但是这一把是两分钟对面打达瑞文就残暴自己，我怎么打？怎么打？我是一把多兰剑打对面。刚刚峰哥已经这样了，就是直接那个脸这样。刚刚有看到那个贝尼教练那个对。不行了，不行了！谁啊？300的达瑞文，回来，休息。脑子开始模拟下一把怎么办？那电子竞技是可以看完，就是在想下一把怎么辦。那电子竞技是可以喊那个暂停的吗？是可以喊一下叫一下50秒暂停的吗？对，我觉得对 BYG 这把来跟 CFO 来说，他们的 BB 可能在下一把会做更多的调整。当然，对于 BYG 来说，到底要放哪一支角色给对面，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当然，首选的角色有没有可能会变，也是一个他们需要想的问题。因为其实 CFO 在前一个系列赛就已经告诉我们。在中路角色被封锁情况下，他们首选就是希维尔最稳的角色，或者是其他进攻型的角色。但是这把在面对 BYG 的时候，他们是选择首选达瑞文出来，表示我觉得 CFO 在 BB 上面，其实在经过这几个系列赛是有做一个蛮大的调整。当然也是相信他们的下路是能够打穿 Waco 这条路的。那我觉得也要看 BYG 在下一把比赛能够做出什么样的调整。我们广告回来就是今天的第四场比赛了。